家好，我是主持人晨晨。Hello， 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晨晨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 LEGO 乐高。那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我们今天要做一个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啊，一个电兽战队的，一个叫做电兽战队的那个卡通，一个动漫，对，我要做它乐高。其中呢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六号的，那个叫做翼龙，翼轰龙干，没记错应该对，翼轰龙啊，我非常熟悉，我就开始做了，我已经做了一半，开始八个。嗨嗨嗨，我点好物。晨晨，我想要找墙壁耶，有没有墙壁啊？等一下啦。主要闭着。好。合起来。我今天呢是来做这个，这个是好。嘴巴合起来。这个呢？嗯。嘴巴合起来。我现在要讲，他讲话就不会那个了。我现在要做这个，要这个绿绿的。绿绿的就是我们的那个翼轰龙呢，它会有一个拉的。我先拿给你们看哦，修蛋机嘞！哎，东中嘞，东西嘞 ，S 一嘞。不干！这样的东西，你要头在转。这个，他就会这样子用手，真正手这样拉出来，然后旁边的这个就会跑出来。而且凌晨两点也有地震。哎，爸爸，你刚刚问同学说他家地震的时候尿尿就能洒出来。然后呢，我其实就是故意直接用手这样子拉啦，因为呢我做不到那个办法。可是我告诉你们，我已经做好他的枪了，我干，那里面真的可以塞胶囊啊，哎，是电池。好的，你看我就这样。新吉龙，干！你要讲话，嘴巴闭起来。康熙卡布林酒干杯子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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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你唱歌，我讲话就不会一直叫了。嘣！然后我嗯，我做真正吉龙哦，假的啦，可能是很像。吉龙，然后可以张开。对吧，二姐帮我录一下，啊，帮我拿一下，要录到我的，他就会这样子，嘴巴打开，要吃鸡块，要吃鸡块，干，还有王美爽，这样子，干到吧，干，它里面有个洞啊，可以把它塞进去，就这样子咬住，好，就变成，好的，干。好，我今天主要是在说他们啊，不是说那些什么鬼垃圾的，对。关键刚有那个我失手，我干。对，他就这样拉出来，拉。我是会用再一片这个把它给这样挡住。这时候你们就会这样干到，看到。这样子，然后。把后面那个拉开，然后他就这样跑出来。我之后会测试给你们看。少年足球锦标赛呢？哇哦 ！U9 哎！我哎、欸，你们等我一下哦。对，你们就是这样来。我刚刚，因为我爸说什么少年足球的阿拉基的。啊。啊，好的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吧。我干干干！你在录影还没叫？是。突然这样不会觉得很尴尬吗？嗯。讲的话呢，拉出来哦，我知道，哎，爸爸，我知道了，我今天我跟我乖我同学回家的时候看到录影现场，哎，录电影的还录什么的，可是不能进去，酷吧？哦，我们觉得很难做，那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先想一个法子。继续咯，继续咯，继续继续继续咯。好的，直接把它给关掉，那就会变酱。好，我们就是酱。现在是我脚在录影，所以我两个腿在动。好的，干干干干。
金庸，你滚去一边。那么我今天会上两部影片啊，不要。哎，对，应该是两部，如果没记错，应该是，对不对？二姐，你也会要上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不要跟他说我也要上。然后呢？啊，我已经讲了。哦。我姐也要上啊。好。耶、yeah! ！他就是会掉出来，很超费的。啊？不是，我是说这个东西。哦。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拉开，然后呢，故意把这斜一边，他就。哎呀，刚刚掉出来，现在就不掉。对，就这样子，总而言之就这样子。用单手变身。看，我这有没有感觉？我就是玩的大人的手啊，我个人觉得，就这样子拉，那反正这个就会跑出来。我认为这个地方是这里上面在一个你看口的东西，然后这里旁边拉起一个，拉出来的话，它应该就会跑出来。就我错了，我也做不出来。这些都高手才做出来、啊。嗯先关起来。没有啊，这是没有机关的，可以。因为它其实就是两层的。你下面其实旁边你们应该不工作啊，就直接把它围起来。我看，有啊，然后上面也得先把它围好，然后这里也应该扁的，对，这样扁的。我看，然后旁边再两个再挡住，而且两个是这样的。下面先我先等一下，我把它拆掉。然后是三个零件，其实都不一定，那个要颜色不一定，长度也不一定，可是我的要是这么长。然后中间这个，现在这个不一定要这个颜色，也不一定要这个形状，一定要这个形状，可是不一定要长这样子，中间有洞的。首先呢，先把它给这样子，单手好难用，先把它给装起来，然后再给它，然后先把它放在这，对，所以呢是这样，这个放在这，是吧？然后放在这样，这里就好了。然后这样我们再拿出第二片。大的，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开始做那个叫什么翼龙。好的，那翼龙也会有一个机关，就是来放它的电兽子。好的，那我们就先等等吧。好，我要开始做，拜拜，不是拜拜，我就先你们等我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先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喜欢今天影片，请帮忙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如果非常喜欢的话，就帮忙开铃铛。那么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拜拜。鹿哥，干干干！喵！啊，又是你们了！我是大乌，King of Ranger， 大哥儿啊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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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哒哒哒 ，Fire！ 嘣！咦 ，Can you bring？ 来吧 ，King！什么妖妖什么鬼的，龙者强龙红蹦，强龙精在你，猫在看你，你又不是猫，这猫也不会说话，也不会帮我录音。我干干干，请录了，请，嘿，这样打开，干干好了，这样打开，对，拉进去，关起来。鹿哥的脚，鹿哥哥，干，然后这样子拉出来，啊，冰。
一个翼龙，金刚勇者，哎屁啦，最好是强龙金刚。好，结束。OK， 观众朋友们，这里要我是陈策，我要做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拿给干干，我先把你做好了。完了。O 不 OK 啊？好丑哦！我的超丑的。对，你们不一定要跟我一样。我相信，如果你们家黄色够多，绝对不会想做的这么丑。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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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。还有应该，不知道列国上层有没有做黄色这个。然后你这个蓝，你这个我其他地方你都要用蓝色哦。这个你要有蓝有黄，这里蓝。这里黄，好就讲。然后呢？话说，我们说到那个电兽石啊，我的用它不是它的影，它是直接，它那时候是直接把它给打开，然后一个直接拉进去关起来。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可以这样做到，可是我懒，我做不到，我没有像你们这么高级，因为我是低能儿，屁啦。因为我低级，不能说我低级，不要伤我自己，自己伤自己自尊心啊！喂喂喂喂喂，然后教你们怎么变身哦。好，快看，官方可以吗？东西先放着。5、4、3、2、1，拿着。鹿哥哥。喂喂。那我要怎么说呢？你就先一直，你就先自言自语吧。可是这个也，对啊，你就先一直自言自语啊，你不要按那个，现在是有路。然后现在我要怎么样？你就随便弄啊，隔天灌好东西啊。那我来这里先录自己吧。我能自己录自己。大家看一下我弟哦，养鸡。我要假装我是猫。呀，跟你讲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干干干！三鹿哥哥。好。嘿。没有了，先不要录了。好。干干。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是，等一下。闭嘴。等一下，我们就是这样。对，这样。先拼一个长的，我不一定要红色，因为我就挖到红色了。哇嘎！那再拿出另外一个，不一定要什么颜色，是刚好那个。六格的。然后呢，再做出这个东西。我速度比较快一点，你们就放0.5速度，这样子先装在这。这三个这两个三格洞的，然后这个要反着哦，记好反着 ，OK。反着这样的放，这样的话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倒。你们看哦，有录到我脸吗？比如说这是遮住的嘛，直接这样可以看。这样的话就这样子。你录到啊？好的，我现在再一次，因为我刚没有压，我现在压的话呢，看看能不能啊，这样的话就出不了。对，好，终于，这样你一定要压哦，这样它就会这样子，然后拉的我会，因为我先盖起来，然后等一下上面，我错，没拉，等一下这样盖起来，然后上面还再一层，因为中间这一层呢就是要放那个这个可以拉的，这个不用，这个先不用做，我这是刚好有材料而已，干。量放大了，对，这样就是这样的话就对，就是啊，就是拉出来的时候，然后你的手就会在旁边这样子，对，还怎么这样？那你就故意这样先偷偷的这样拉的时候呢，那边说还没拉出来啊，那你就旁边先偷偷的就再偷偷的这样子，对，拉出来喽，好，我告诉你们一下话，就是有一天呢，爸爸问。
有一天呢，爸爸问小他的儿子说：“儿子，如果有一天你跳进一个很大深的洞，那你要怎么办才能爬出来呢？”爸爸，我要把我脑子里的水给放出来。嗯，聪明。那如果你脑子里没水呢？如果我脑子里没水，我干嘛爬进去啊？这个时候在哪里呢？猪屁灯。好，看笑话，现在应该蛮多人知道。哎，不一定。要录你的脸吗？就是有一天，小梅灰，他跟那个爸爸的儿子回去，刚回家，上学一回家，他说：“爸爸，刚有人冒笨蛋。”然后呢，他爸就说：“是哪一个臭神想骂我儿子笨蛋？他如果谁骂我儿子笨蛋，他的儿子才是笨蛋。快说是谁说你是笨蛋？骂我的是阿公，代表他爸才是笨蛋。”哈哈，好，赶紧做完，看，看，看。好，这个我先拔掉了。然后之后旁边也再用一些这个补，零零洞洞的，你也都补起来吧。好的，那么这些。